知道你自己是什么，你也想要一个答案，你也想要一个答案吗？会不会没有人能回答？这个世界是你所想象的吗？所有的改变你都能承受了吗？你会不会也常常觉得害怕？你会不会也常常想不出办法？为何总重复着矛盾与挣扎，模糊不清的黑白挣扎？你能不能为自己想一想？心里。